由糖厂改建的台南十股文创园区有不少刺激夜玩。今次带着各位高阿毛去，不知道会有什么火花呢？我真的有点怕怕的。我好久了。我快完了。但是真的有点违稿，不要忍啊，不要再忍啊，突然好像劲了的，你们是不是忍过来的？哪有忍过来的？好像有些人在忍着。哇，好完美啊。其实我觉得没什么东西，即是两分钟其实很快过了，其实也不是很高，只是17楼，挺漂亮的风景。五层楼高的滑梯，阿毛又怕不怕？好快啊，这个滑梯两秒就上了下来了。好玩啊！我爬到好高，我爬到最顶嗰层。呢个咧系全台湾最巨型嘅扭蛋机嚟嘅，唔知会扭到啲乜嘢咧？我试下先。两层高嘅扭蛋机，终极大奖系北海道机票，睇下你有冇运抽中啦。似乎阿毛冇咩运啦。只是抽到张 postcard， 除了刺激玩意，十股文创还有不少窝窝地的打卡位，亦有酒吧、餐厅和手信部，可以消磨大半日。